爹爹老白油，待在病院分林分院，眼科表示这种现象，那是长时间若无注意并且改善，可能会造成急性内囊炎。现在病院嘛引进新式的内视镜内囊鼻腔吻合术，除了成功率达到九成以外，嘛较袂有空嘴影响到外观的问题，恢复嘛比较较紧。明明无发生虾米代志，目睭无缘无故就开始流目油，安尼可能就要来注意是毋是鼻泪管阻塞。若是长时间无来重视，甚至无来治疗，就恐惊来造成急性内囊炎等疾病。异类的状况来说啦，是当然随年龄增加，它就会增加。那它形成原因相当的复杂，譬如说你是分泌太多，或是排出来受到阻挠，都会造成异类。那基本上就是到眼科稍微检查一下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，是分泌太多呢，还是鼻泪管塞住？如果说鼻泪管塞住的话，那建议就是要进一步的治疗，不然会容易造成内囊发炎或是蜂窝性组织炎的状况。为了帮助病人治疗，台大病院分院分院也来引进新式的内视镜内囊鼻腔吻合手术，害怕传统的手术比起来，除了成功率拢有大家高声，但是因为皮肤无空嘴，因此是袂影响外观，恢复速度也较紧。来眼科看病的病人有1%就有比较严重的这个内囊啊，这个阻塞的问题，那就整天泪眼汪汪，非常的困扰。那台大医院我很高兴引进了这个内视镜的方法，那我们可以用微创的方法，没有伤口，那透过这个内囊的这个造口术，就可以解决大家这个困扰的问题。那这是一个门诊的手术，所以大家不需要住院。那这个小鼠兽经过这个2-3天就可以完全的恢复了。针对到一寡较轻微的鼻泪管阻塞，台大病院除了呼吁民众会当赶紧就医检查，也来告诉大家如何做一寡较简单的放松动作。如果说你有稍微轻微鼻泪管的阻塞，但是还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啊，没有办法去做治疗。好，那其实我们可以稍微用大拇指，就是指腹这个位置，如果是右眼就用右边，左眼就左边，就好像比赞这样。比出来以后呢，然后就放在眼头这个位置，眼头呢，我们内囊在这地方，你稍微轻轻的往鼻侧按。那如果蓄积在里面的泪水排不掉，或是有些浓的话，它这样甚至就可以从我们泪小管会稍微跑出来。那你就把它擦拭掉，这样子。时常流目油，若是无来妥善处理，都来影响到生活品质，更可能会来引发其他较严重的疾病。虽然病院有教导大家一挂简单的放松动作，不过依然还是呼吁会当快速就医，两早完成治疗。记者江怡昌报道。